神是极度美好的，你们是不是已经很相信？我看到你们很多是年纪小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听神的话以后，你的生命会有很多祝福，你整个生命都会有很多祝福。我自己是在19岁的时候就。我信了耶稣，我很兴奋。当我知道真的有神，因为以前我以为是没有神的，我以前以为是，就是一种宗教，人就是去这个教堂去觉得很舒服，所以他们去教堂就是给一些没有思想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这个，他们以为有神，其实没有神。我以前是这样想的。有一次我读读书的时候读到很晚，然后很累，因为当时要考试，然后我很累，我就问自己为什么要读书到这么辛苦的程度，我就说为什么要读书啊？读书就是将来可以做工，做工可以怎么样啊？可以赚钱啊。赚钱可以怎么样啊？结婚啊，有儿女啊，然后怎么样了？然后就慢慢越来越大了，越来越大怎么样啊？就会老了，老了怎么样啊？就会死了。我就说，人生就是这样，你做很多。读很多书，做很多工作，然后有一天你要死了，所以我说我就是今天快乐就可以。但所以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。但有一次，这个我读一本书是物理学的书，这个物理学的书在物理学的书在里面讲到这个世界很奇妙，有奇妙的设计。是神创造的，哇！我听到这个物理学的人，他写这个书也说这个世界有神，我的心里就觉得很好奇，是不是真的有神？我要肯定。然后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基督徒，这个很特别的情况，有一个基督徒跟我谈话。然后我就说有没有证据证明有神？我以为他会说没有证据啊，不肯定啊。他就告诉我一个很简单的故事，就是科学家牛顿，他做了一个模型，这个模型有太阳，有九大恒星，恒星的模型。然后他的朋友来到，就问他是谁做的。他说：“我今天早上醒来，他自己就出现了。因为这个朋友常常说这个世界是自己来的。但牛顿说有神创造。有一次他做了这个模型，然后这个朋友就以为，就问他是谁做的。他说没有人做了，我今天早上他自己就出现了。”这个朋友说：“不可能的，这样东西不可能就是自己出现的。”然后牛顿就说：“为什么你说这个必定是有人造出来的？这个整个世界是自己变出来的？”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。这个世界这么多的东西，怎么会是自己变出来的？所以我当时非常的好奇。后来我用很多时间去研究，我发觉真的有证据。现在我就是告诉你这些证据，为什么呢？让你肯定你所信的是真神。我告诉你，有人问我，你信耶稣啊？我说我信耶稣，但我不但是信，我知道有神。他说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肯定知道神，现在我就告诉你这些证据，希望你记得。如果有些人已经听过这些证据，
你就放在这里，将来你 跟人沟通，你就可以告诉人有这些证据啊。好的，这个第一个证据是什么呢？圣经有很多预言啊，圣经一早已经告诉我们有很多预言，很多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以前圣经已经说了，当时没有钉十字架，你知道耶稣是钉十字架的，当时没有钉十字架。圣经已经说，在诗篇二十二篇已经说耶稣会被钉十字架，当时还没有钉十字架这件事，没有，是没有这回事的。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，当时的人都不知道有钉十字架这个事情，因为他们这个经文说他们炸了刺透我的手我的脚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是真的。后来耶稣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是圣经已经一早说了，所以我们知道啊，圣经已经知道神的儿子将来是怎样死的，圣经已经知道。而且在这个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说，当基督被杀之后，耶路撒冷他们首都他们所爱的就会被毁灭，而且会打仗到底。圣经已经说了，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，圣经已经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。其实圣经还有很多其他的预言的，例如以前海啸，你记得什么是海啸？就是很大的浪，导致引发的巨大海浪。好了，非常大的海浪，以前是没有这么严重的海啸的。但耶稣说什么？在末后的日子，人听到波浪的声音就惶惶不定，就是他们就会很惧怕了，听到波浪的声音。但以前人是不会这么怕波浪的，但现在你们有没有听过海啸？很严重的海啸，有没有听过？很大很大的浪，然后毁灭很多人，很多房屋，整个城市都被破坏。圣经已经知道在末后的日子会有这个情况。还有，有没有听过啊，我们有这个，你们都听过这个啊，刚刚有的这个啊，新冠疫情。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很怕有这些传染的病，是不是？圣经也说在末后的日子必有瘟疫。我们看到现在科学很进步，但人没有想到有一天有疫情的时候，你有科学也是不能处理，还是整个世界都很大的影响，是不是？但上一次这个新冠疫情不是最严重的，将来有一天这个瘟疫的程度是我们见到就很惧怕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有一天要有末日，圣经已经说了，而且说这个末后的这个啊，耶稣回来之前有什么发生，我们都看到在不停的发生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预言是非常准确，真的有神的，这个第一。我当时研究就是第一发现这个。另外第二是有很多科学的证据，在几千年前，当时人都以为地是平的，是不是？但这个约伯记二十六章七节，这里说什么？一起读哈，神将北极铺在空中，将大地悬在虚空。人就会说，怎么将这个大地悬在虚空啊？可能吗？你能够将这个椅子悬在虚空啊？能不能够啊？我放手，它会不会停留在空中啊？不会。
这个大地怎么可能会闲在虚空呢？所有全世界的不同的宗教，他们的文件都没有讲到这一点，但圣经有讲到这一点。但现在我们知道，这个地球的确是不是放在平地的，是悬挂在虚空，围着太阳，太阳围绕着太阳的。圣经已经说了，而且以赛亚书40:22，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就是地球不是四方形的，是一个大圈子。圣经已经说了，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已经知道科学家近代所发现的事实。然后一起读哈，约伯记38:35，你能发出闪电使他行去，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。你们 有没有时候打手机说啊，我来到你的街口了，我来到你的城市了，有没有啊？都会这样。以前呢不会想到这一点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以前没有电，是不是？家中没有电，就是只有闪电。所以圣经神要形容电只能用闪电。但人说怎么发出闪电呢？怎么能够发出闪电？其实我们的手机的电跟闪电是一样，但闪电很强，我们的手机的电不是这么强。然后能够发出言语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？怎么可能可以发闪电告诉人我们在这里啊？但我们今天用手机每一天做的事情，圣经已经说了。我们就看到圣经也有科学的证据，这个是简单的告诉你们好了。然后人可以经历神的同在，神的圣灵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明天我会帮助你们经历圣灵。你说怎么可能啊？我告诉你，因为神是真的可以经历的。我告诉你，在1998年有一个布道家，他为我按手祷告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发生什么事情。他手碰着我的头，马上我感受电流进我的里面，然后很大的爱进我的里面，我非常的感动，就马上哭出来了。我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很强烈的爱。然后我就说，我从来不知道可以这样经历神的，我从来不知道神是给我真实的。然后我就很多时间的祷告，后来我每一次祷告想到耶稣，我其实我回家之后，他为我祷告之后，后来我回家我呼叫耶稣，耶稣，我就发觉能力流过我的身体，我现在也有，马上有能力，马上，现在我每次祷告，耶稣，想着耶稣里面就有喜乐，所以我知道神是很真实。然后我为很多人祷告，他们也经历神很真实的来到他们身上，让我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，真的可以经历的。我曾经为人祷告，他们充满喜乐，很开心。也有些人很感动，也有些人得医治。曾经有一个有癌症的人，他很从很远的地方来，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有聚会，他听到了他就来。然后他说他有乳癌，已经痛了一个多月。他来到我的时候，然后我带领他，我说放下重担烦恼，放下所有不开心的东西，就是赞美主，享受神。他是很开放的，他就充满喜乐。后来祷告之后，他说：“我现在没有痛了，我现在没有痛了。”然后他回家之后，他就去检查，然后医生说：“你的癌症都没有了。”这个是我多次经历的神的工作。很多很多次，神是很真实的，
我很多的情况，我告诉你另外一个情况啊，有一个教友，因为我们当时我经历圣灵，就我们很多人都经历圣灵，常常都有见证，就好像刚才你们出来做见证一样，很多人都出来说见证。然后有一个教友说，我的妈妈有很严重的病，她有什么病呢？心脏病、糖尿病、肾衰竭、中风，这些都是严重啊，四样病都可以死的。然后他说，医生说太严重了，所以不能再医治了，就是等他离世了，有一天离世了。但医生说，因为他的肾衰竭，所以他会越来越痛，他整个身体会很痛。这个女儿就来，这个妈妈其实已经 很大年纪了，可能差不多九十八十多岁啊。这个女儿也是可能四五十岁了。然后我就去为她的妈妈祷告，我祷告就问她这个婆婆，我说你有什么感受啊，什么经历啊？她说很舒服。我就说，我为你祷告这么舒服，你想不想信耶稣啊？她说不能够啊。为什么不能够啊？因为我拜了这个偶像啊，这个佛，这个观音已经几十年了，我不能信耶稣的。后来我每次为他祷告，他每一次都说很舒服。然后后来我没有时间，没有去了。过了半年之后，有一天他突然对他女儿说，为什么今天耶牧师没有来了？我已经半年没有来。人通常不会说为什么耶牧师没有来了，因为已经半年没有来了。但这是神将这个意念放在他的心中，突然想到耶牧师，好像昨天我来过，今天没有来。他就问为什么耶牧师没有来，他的女儿听到就觉得是很好，他马上发信息给我，叫我马上过去。我就为他祷告，祷告之后他说，我问他你有什么经历啊，他说很舒服啊。我说佛跟观音有没有这样帮助你啊？他说没有啊。我说你要信真的神还是假的神？这一次他说我要信真的神。我就说你愿不愿意认你的罪求神赦免你？他说我愿意。然后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受洗？然后他说愿意。然后我就为他施洗。然后他也有偶像，我说已经信了，你已经信了真神，愿不愿意受洗啊，拆这些偶像？他说我愿意。他就去拆，我们就拆了这个偶像。喂这个声音好像啊，就拆了这个偶像。然后有一天晚上，他的女儿告诉我，昨天晚上我的妈妈突然看着天花板，从这边看到那一边，一边看一边笑。他已经大半年没有笑过，你想一想，整个身体突然会不会笑了？不会笑。但他看着这个天花板啊，一边笑。他的女儿看到觉得很惊奇，为什么他会笑？但他没有了解为什么，他觉得他必定是见到耶稣，或者是天堂，或者是天使。他就笑，他的女儿觉得很开心，他的母亲大半年都没有笑过，现在会笑。我就告诉你，我为他们家人祷告，他们每一个都经历神，每一个都信了耶稣，耶稣是这么真实。我告诉你，其实我会为你们祷告，你们也可以经历神的同在，神是真实的。所以你问我是不是信耶稣啊，信有耶稣啊，我说我信有耶稣，但我知道有耶稣。我告诉你，我肯定知道有耶稣。好了，然后另外有邪灵，有些以为是鬼，其实不是鬼，不是死了的人，
邪灵是魔鬼和他的使者，这些使者就是邪灵。以前我做牧师的时候，我不知道真的有邪灵可以赶邪灵的。但我后来为人祷告，有些人有邪灵，我就赶出来。他们就赶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好像里面有一种力量，很大的力量在他里面抗拒。有些人说他们睡觉的时候半夜不能动，有一种压力压住他的心口不能动，然后想叫出来也没有声音，整个人就没有不能动。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？有多少人有这个经历？请举手哈。晚上做梦，就是不是做梦，就是半夜的时候突然不能动，就思想是醒过来，但人不能动。有没有试过？有多少人试过？举高你的手，高举你的手哈。哈哈。是的，这个就是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邪灵。然后这些人有邪灵，而且有些人说，我看到有黑色的，叫什么阴影，是不是阴影？影子走过，他们很怕。然后他来找我，我为他们赶出邪灵。有些人说，我通常都是看到前面就是迷糊的，不是清楚的，但你为我赶了邪灵，我就看到很清楚了。你们有没有人有这些经历啊？你见过？你是常常见过还是？偶尔见过啊。我其实为你祷告啊。你怕不怕？不怕。不怕，你不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爸爸是警察。啊，你爸爸是警察，你就以为警察会赶鬼是不是？他爸爸也是。我告诉你，警察也会被魔鬼影响控制，是耶稣有能力。我其实为你祷告，你可能会更容易经历圣灵的。其实你们都可以经历，有很多人打坐或者是接触灵界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呼求耶稣，有些人呼求魔鬼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做，他真的会来的。你千万不要说魔鬼，你进入我的里面，他真的会进入你的里面了，你就麻烦了，你就很痛苦的。这些有邪灵怎么样啊？他们常常听到声音说你没有用啊，你要跳楼啊，啊，你要自杀啊，你要杀人要自杀啊，这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的，而且里面很痛苦啊。所以千万不要接触灵界。但有些人是这样的，有没有听过这些巫婆啊？啊，他们是这样的，他们会接触灵界，然后他们能够说出这个人他们的家人有什么情况啊，多少人啊，几大年纪啊，什么名字啊，都能够说出来。但我认识一个基督徒，他说他的家人请了一个巫婆来，这个巫婆来了之后就做法了，然后要找这些灵魂出来跟他们说话。然后他说为什么今天不能做，你们是不是，他说你的家中是不是有基督徒，他们说有一个，他说有基督徒就不能做。其实他应该知道，如果有基督徒不能做，就是说耶稣才是真神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说有些人接触灵界，然后证明真的有灵邪灵。有些人打坐，他们灵魂出窍，这个是很多人的经历，其实在网上都可以看到啊，在你的地方我不知道能不能够看到，但在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。然后他们灵魂出来就看到周围有一些黑暗的邪灵在那里，这些人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打坐是追求安静反而不安静，反而会见到这些邪灵呢？
所以他们的心中是不明白，但原来真的有邪灵的。然后我们奉耶稣名可以赶邪灵，从来没有人奉观音的名，没有人奉观音的名可以赶耶稣的，没有人能够赶耶稣，但耶稣能够赶观音邪灵啊，什么邪灵都能够赶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才是真神，所以不要信观音啊、菩萨啊、黄大仙啊，或者是任何的天后啊，这些都不要信，因为从他们身上真的有邪灵。我曾经为不同人赶邪灵很多很多次，我知道 神是很真实，魔鬼也很真实，这个不好，是不是这个会好一些？这个，喂，好了。然后你看到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很美好，小孩子是很可爱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可？小孩子比较成年人更可爱，是不是？因为成年人有些人容易发怒啊、骂人啊、偷钱啊、伤害人啊，但小孩子小的时候都很可爱的，很可爱。这是神创造的，人本来是可爱，动物也是很可爱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到这些可爱的人、可爱的动物，我们知道必定有神创造，邪灵不能创造这么美好的东西，是不是？邪灵做出来的事情都是邪恶的，但这个世界这么美丽，这么，你没有看到花朵很美丽啊？这些蝴蝶、飞鸟都很美丽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知道魔鬼不能创造这么美丽的东西，唯有耶稣、唯有神才能够。所以我们知道有邪灵证明有神。我告诉你，我很感谢你的次数很多很多。我曾经一边讲到已经有人有邪灵彰显了，就大声呼喊，他们很不舒服，因为里面的邪灵很不舒服。这个是真实的，这个真的有神。然后人的灵魂也可以离开身体的，在立王记上17:21-22，以利亚，因为当时有一个小孩子，这个小孩子死了，以利亚伏在他的身上三次，就求神将他的灵魂再次放在他的里面，然后耶和华就将这个孩子的灵魂放回这个孩子的身上，他就活过来。我告诉你，现代有很多人有这个经历，怎么有这个经历呢？就是因为有些人死过，在医院里面有急救，有人死了，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按他的胸口，按他的胸口，然后这个是很大力的，有些时候这个肋骨就会裂了。按他的心脏，然后后来他活过来。有些时候用电，有没有在电影看过啊？用电或者是按他的心口。然后他们以为他们这些人死了之后没有感觉，没有知觉，他们以为死了就是人死如灯灭，他们以为是这样。但这些人醒过来，他们说，我看到你刚才做什么，谁救我，谁进来，谁说什么。这些人就很奇怪，他们就开始大规模的研究，就发觉他们研究千万个这些个案，电脑是不是没有插电？关机了，谁能够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刚刚好，想到最后一点了，不要紧。好了，很多做大规模的研究，就发觉真的有很多人死过。他们死后能够说出发生什么事情，甚至有些人研究他们怎么样了，
有一个人要做一个手术，这个手术他必定会死的，然后这个手术必定要死，他们就将他的眼睛封闭，耳朵封闭，然后做手术。就是有一如果有一个女人，她的脑里面有一个肿瘤，这个肿瘤必定要打开她的头，打开她的头必定要死了。所以他们有研究，他们将她的眼睛封了，耳朵封了，让她看不到听不到，然后她完全看不到周围发生的事情，然后他们就用迷药，她就就去失去知觉，然后动手术。动手术之后，他们记录什么时间他死了，记录刚才说什么话，然后他醒过来，他说，因为这是在外国，在外国做这个手术，他们通常是说将你的头锯开，但其实这个是言语。他说你们不是用一个锯，是不是叫锯？锯木，这样这个木材锯开，你知道这个这样 是不是这是这个字，这割开啊，有没有说懂的？切开、啊、好了，他说你们不是将我的头切开，是用一个好像有这个电牙刷，你们有见过电牙刷？电动牙刷，然后在后面有一把不同大小的刀钻头，然后你就将我的头钻开。他看到这个仪器，他从来没有看过。然后他说有一个医生说他一边的动脉很小，另外的医生说就用另外一边的动脉了，他都能够说出来。而且有些人怎么做呢？他们在屋顶写一些不合理的话，例如我在洗手间吃东西，这个不合理的。但这个人醒过来，他说我在洗手间吃东西，这个不合理的东西他说出来，他们就知道他灵魂离开身体就看到屋顶有什么。这个很多人的经历其实我也认识人，他说他的爸爸以前曾经人以为他是死了，他其实他是真的死了。他死了之后，他说有天使探访他，他是信耶稣的，有天使探访他，然后告诉他我现在要去救一个婴孩。然后这个人他死了，后来活过来，他就说我见到这个天使，后来他说要去救一个天使救一个婴孩。然后他们就说对啊，当你死的时候有个婴孩差不多死了，就后来好了。他已经死了，他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？这个是我亲身听到一个教会姐妹告诉我他的爸爸以前的情况。所以我知道我们都有灵魂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，有些人打坐灵魂也会出来的，很多人有这个经历。魔鬼信魔鬼的人，他们有些人有这个经历，他们走出来然后去害人，去害人，伤害人。然后他们见到基督徒，他们怎么说了？他们说我见到基督徒有荣光啊，我不能走过去。我告诉你，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，去外国的，有一个外国人走过来，他说他见到我，见到我身上有荣光发出来，我感谢神了。其实你们的老师他也几次他在听到耶稣告诉他关于夜幕事的事情，你们有没有听过他说啊？他有一次说他在睡午觉，刚刚要睡午觉，然后睡了一会儿他就听到声音说起来教具老师们，让夜幕事教导他们，老师都听到，是不是？是他听到声音说夜幕事要教导他们，这个是一次。另外
他要帮助你们，他要做这些教导帮助你们。他听到耶稣说什么了？耶稣说会帮助你成就这个工作。然后前上个月我有病了，我有病，有一次不能来，然后他很着急，他祷告，然后圣灵对他说什么？你为什么担心？耶稣在我的手中，我必定保护他的生命，他一定没有问题的。他刚刚、告诉我，上一次我来的时候他也告诉我，所以我告诉你，神是真的对我们说话。我也曾经为人祷告，他们去过天堂啊，有人祷告去过天堂，所以我知道天堂是真的。有一个人我为他祷告，他去过天堂，然后在天堂见到他的生命册，有一本书在天上是他的生命册，打开的时候见到他小的手被人伤害，当时他很伤心，然后探探到耶稣写字在旁边说，我看到他不开心，我也很伤心，我也很关心他，我会祝福他。他看到觉得很好。有一次他见了耶稣，耶稣让他看他的赏赐记录册，就是记录他所有为神做的事情将来得到的赏赐。然后他就说，耶稣，我想看看耶稣旭的赏赐记录册。然后耶稣就叫天使带来带这个、我的赏赐记录册。我感谢神，他行的这个记录册是怎么样？是很厚包金的，上面写着我的爱子，然后我的名字。我听到我觉得非常的感谢神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完美的人，我曾经犯过很多罪，是耶稣拯救我改变我，然后耶稣让我经历圣灵，让我看到圣灵的能力，让我看到为人祷告可以这样经历，我就非常的感恩，我就完全的委身。以前我允许罪在我的里面，我信了耶稣也允许罪在我里面，现在我有什么罪都马上处理，因为我知道神不喜悦喜悦罪，所以我马上处理，我马上听神的话，有什么应该做我就马上去做，我不会放弃侍奉神。虽然我可以现在绝对可以退休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已经72岁，神还给我力量健康，这个就是神的祝福。我知道神是很真实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曾经去某一个地方去宣教，有3次人对我说，你没有来之前我在梦中见到你为我祷告。你听神的话，你将来你的生命也会有很多奇遇，很奇妙的经历。你想不想耶稣祝福你啊？所以我刚才告诉你的这几点，希望这个看不到了，希望你们都知道真的有神，不是信你作用，是真的有神，真的有天堂，我们真的有灵魂，然后灵魂出来，有些人就去过天堂。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做过这个见证，去到天堂，而且能够见到天堂里面死了的基督徒，然后回来告诉其他人。我认识一个王传道，他常常去天堂的，因为他每一天祷告3个小时，每一天祷告3个小时，然后耶稣就带他去天堂。去了天堂，他见到一些死了的基督徒，然后他回来告诉这个家人说，我见到你的家人在天堂。然后他对我说什么？他们说，你说的话正对的，因为你说的话是他的秘密，他对你说了，证明你真的去了天堂，证明他真的在天堂，这个是真实的。我就访问这个王传道，访问这3个家庭，他们都见证他真的见到天堂的人物，所说的是真实的事情。我也告诉你，我的太太，第一个太太离世之后大约2个星期，有一个朋友见到我的太太出现，充满荣光，然后出现的时候，我的太太说什么呢？
哇，我现在很自由了，很自由，很自由，很自由。我说，我问他说了多少次，他说大约十次，很自由。因为这个是他常常，我的太太，因为他很多病，他以前很多病，从小的时候就有很多病。然后他常常告诉我，有一天我死了，你就告诉我，现在你自由了，没有病了。所以当时他说的话正是他的话。然后他的手拿着一个篮子，然后这个朋友见到就很好奇，因为他是见到异象的。我的太太就打开这个篮子，有一度很强的光飞到他那里，然后这个朋友就哭了很长的时间，非常的感动。他是不哭的人的，但当时他哭了，很厉害，很感动。我就知道他真的见到我的太太出现，对他出现。我有将这个经历放在网上，我也见过啊。刚才我说这个王传道，我访问这三个家庭，第一个家庭说什么？王传道说啊，在天堂见到他，他对王传道说什么？你不要误会你的妈妈，你以为你的妈妈不喜欢你，其实他常常跟我说，他们在天堂跟我和我的太太说，我很喜欢我的女儿，王传道是 女的，我很喜欢他的女儿。 但他从来没有对女儿、王传道说。但王传道去到天堂，这个基督徒就他说，你的妈妈多次的对我们说，我很喜欢我的女儿。他就回来问这个太太，这个死了的基督徒的太太，问他是不是有这个 事情。他说真的，我们你的妈妈曾经这样告诉我。然后我问他的妈妈，他的妈妈也说，我真的对他们说我很喜欢我的女儿，但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女儿说。我希望你们中间的父母，你见到你的儿女都对他说我喜欢你，我有你很好，你是很重要，你我希望你们都对儿女这样说话。我告诉你，每一个都很重要的，你听神的话，你的生命就大大的提升。这个是第一个例子。第二个例子，另外一个人死了，然后王朝道见到他，他说什么了？他说告诉我的女儿，我很喜欢你的婚姻，我很满意你的婚姻。然后他就告诉他的女儿，你的爸爸说很满意你的婚姻。他说这个必定是你见到我的爸爸，因为他不会对外人说，但他多次对我说我很满意你的婚姻。他就说你必定是见到他。因为第三个情况，他去了天堂，然后耶稣对他说，你的祖先杀了很多人。通常人都不会杀人的，有杀人都是杀一个两个，但他说你的祖先杀了很多人。他就回来问他的妈妈是谁，他的妈妈说你的太爷在日本来攻打中国的时候，你的爸爸是看汉奸，日本人将一支枪给他，他就有些时候出外面不知道做什么，可能杀人啊，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所以你的太爷曾经杀很多人。但这个人王传道去到天堂，耶稣就告诉他，所以我希望你知道真的有天堂。你希望去天堂吗？希望。天堂是怎么样啊？是非常美好，充满爱。因为我经历过神的爱和神的喜乐，我每一天祷告，哈哈哈哈，我的喜乐就涌流了。我知道真的有天堂，天堂很喜乐，充满爱，所以我很渴慕去天堂啊，我很想去天堂。如果有一天我去了天堂，我告诉你我会做什么。我说耶稣啊，请你允许我回去告诉人天堂怎么美好，我很想有机会回来告诉人天堂怎样美好，我会形容告诉人天堂的美好，这个是我的愿望。我希望有一天去天堂，然后有机会回来。第二种经历，有些人没有信耶稣，他们死了，去了地狱，他们说非常的痛苦。我告诉你，
魔鬼在地上影响人的时候，他们都说很痛苦，他们被邪灵折磨，但在地狱里面折磨更严重，他们会将这个人的手拉出来，没有手了，但又长出一只手，他会将这个人打在墙壁上，然后他的头爆了，然后又好了，但非常的痛，每一次经历就好像被人扔在 墙上，然后很痛很痛，但不会死掉，而且有很非常热的火，很臭，极度的痛苦。你想不想去地狱啊？所以你必定信靠耶稣，跟从耶稣，爱耶稣，做神吩咐的，好像我这样常常传福音，常常建立人的灵命，你就带着神的能力，你就会充满神的能力。我告诉你，这两天你听了我的道，你真的爱神的话，你就会充满神的能力，你就会带着能力祝福人，你就能够被神大大使用。有多少人愿意被神使用的，请你举手。感谢神啊，你愿意的话，神会祝福你啊。等一下我就会带领你们敬拜，你们在这个过程非常好啊，他举手举脚，就是说他真的很想，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。好的好的，可以放下手。你真的对耶稣说，耶稣啊，你是真神，你是真神，你常常帮助我的，你常常帮助我的，你必定祝福我的生命。我告诉你，我信了耶稣，有爱耶稣，就耶稣就为我开路，很大的路，我就很多方面我都被祝福。我告诉你，我弹琴我学了只有一年，但你听听我一下子，我弹琴你听听，有些人说啊，我们是从小学弹琴的，好像你跟我，我说我不是从小学弹琴的，我是成年的时候学了只有一年，但神给我这个机会，神给我机会。我的普通话也是我啊，长大之后20年之前才开始学的，然后很多东西我讲英文都很好，都是神给我的机会，每一方面我学什么都非常好。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，好不好啊？神就祝福你的生命。我们就一下子就一起祷告啊，一起祷告，然后呢我们就求神祝福每一个经历神的工作，在里面经历神的改变。当你听这个道里面有没有一种感动啊，激动啊，兴奋啊，开心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会经历更强烈的。感谢天父啊，我们现在有一个短的祷告，你们现在站起来啊，短的祷告，然后其实有啊，一起敬拜祷告啊。你闭上眼睛放松自己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爱我们，耶稣就在这里，耶稣要大大的祝福我们，我们知道耶稣是真神，耶稣会祝福我们的生命，我们需要神，我们需要神啊！感谢天父，欢迎耶稣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帮助我们听你的话，爱你，遵从你，神就必定喜悦的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在这个短短的祷告，有没有感受 一种力量？